好，您是不是每年都来看这个音乐节？好、哦，您看这个音乐是会。我觉得摇滚乐应该在现场，我觉得任何现场的演出都应该是一次很重要的一个活动。你觉得这个活动是不是给很多对新乐队来说是不是影响特别好？对，因为它不光是能够让人们发现他们，同时也能够知道自己的问题。